越野两天，准备出发，早上状况超多，超紧张的，还好全部都 ready 了。现在我们在等，因为三项的大家已经陆续起来转换，然后我们两项的是8点直接出发，刚刚已经检录完了，现在超级紧张，在拱门前面等，整个太慌了，因为今天第一次要把赛道全部骑完，希望可以一切顺利。5, 4, 3, 2, 1, let's go!我们现在呢，爬完门马罗第一座吗 ？OK， 等一下，第一座而已。好，等一下还有第二座，崩溃，超热，接着超热，一直狂补水，然后狂补胶，继续努力。我们终于骑完门马罗，二上二下，这个根本天堂路，超磨人心智，因为草皮阻力很大，很累。我的队友超强。嗨，耶耶 ，Brenda， 好，超强，我终于又见到柏油路了，耶、yeah, ，OK 的 ，Go， 我们已经在吃吃餐了，但是呢，看一下伙伴们，淋雨中，哦，雨超大，这一定就是骑太慢的惩罚，因为快的人可能已经跑步搞不好都跑完了，继续努力，下雨比较凉，安慰，雨超大，然后这个下坡。超可怕，真的是寸步难行，看胎都变这样子，没有抓地力，超狼狈，全湿，重点是雨会一直滴下来，看不到，全湿，你看看就是袖子会一直滴雨，然后现在在这个坡，大家就是连走真的都是寸步难行，因为它真的太陡，然后泥泞，所以大家就是很小心，哇。这个也不是午后雷阵雨哦，因为现在还不到11点，今天运气太好。可是好处真的是因为降温了，因为刚刚热到完全没办法散热，跑完门马罗，现在真的是身体比较舒服，就比较凉，虽然很湿，可是路况不好，但是至少身体是比较舒服的，热气有散出去。多灾多难的18K， 刚刚在18K 的时候，有一个车友手被树枝弄到，然后就整个流大流血，手掌。我也在18K 爆胎了，但是呢，因为等一下全部都是大上坡，所以我决定就是把它牵完，因为现在车子的状况不是很好，胎全部都没有抓地力。不晓得他是想要带多少肯丁的土回去，看这个要怎么动。可以骑。我大致上呢，已经跟我的爆胎就是前轮获得了一个平衡点，就是知道怎么腿会比较省力轻松。然后有些路段呢、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大石，还是有骑一下，但是我不想把轮框弄坏，所以还是蛮小心的。现在已经快20K 了，据说还有2K。你的在吃午餐的牛，牛一定觉得为什么今天这边这么热闹，他们超悠闲的，我们超累啊、哦，太可爱了。现在已经22:05，快到了。这个爆胎了，完全没办法骑快，然后我不想要让我的轮组坏掉，所以呢碰到有大石头我就下来牵。可以的，一定还完赛。骑完了，超想哭的，很辛苦，但是骑完了要转换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转换带，里面有好的衣服，还有跑表，然后还有我放了一个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心灵支柱，这边跑的帽子。我有带双干袜子，因为我想说骑完登山车应该很崩溃，还好有双，因为刚刚有下大雨，现在袜子整个是湿的。然后我还在我的转换袋里面放了这个一个塑胶袋，是放脏衣服的，不然等一下就是会很臭。穿好了，准备出发跑步了，走出这个很隐秘的更衣室，把转换袋交给工作人员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现在呢，在跑步的赛道大概
4.15公里处，因为一路上坡，然后太阳曝晒，真的太热，所以我先散热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等到4.15之后呢，就一路下坡，一直到终点，所以再撑个500公尺，上坡就可以结束了。好累啊！看到没有，好开心啊！代表快跑完了，现在正在柏油路上面了，剩下2K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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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加油，1分钟。30秒，你只需要30秒，一定要完赛，加油加油，我帮你了，加油一下 ，Come on， 加油！杨新佳，恭喜！马上来颁奖 ，Let's welcome JD 来帮我们颁奖。颁一个特别的奖项啊，叫做这个时间管理奖。今天有一个人让我紧张的半死，他7个小时59分58秒才进终点。这个人应该在现场吧，不要再躲了，来，请上台。琳达在哪边？琳达今天完全把我吓出了汗，然后从远端一直叫，我说琳达，琳达，快快回来。奖项呢？因为谁让你跑太慢，所以我们只好就递出这个。你已经上来了，没有必要的，兄弟。恭喜你得到冠军，你也能再下免费参赛名额。哇，一起拿到这个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我是被设计。我觉得我不孤单。最后发现回来是什么感觉？我很怕我跟刚刚那个山上的女生一样，因为就是我已经算好时间，觉得应该有余裕可以优雅的进场，没想到青蛙池那一段竟然这么崩溃，超崩溃的。然后我就看得到，但动不了。对，我就听到管花在说30秒，30秒，然后我就冲，快速的冲，然后想不到我过去之后，好像阿登教练就关门了。对，而且是物理的关门，我们真把门关起来了，对，那个就靠上了。你就差一点，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关一个 YouTuber 在外面，我就想了很久，还好你有进来。真的很谢谢，今天真的要特别谢谢 Xera 的团队，然后还有刚刚燕君所说，就是这一年大家一起经历这么多，然后还有 Xera 所传达的那个精神，对对对，真的是深受感动。因为想着这些，我更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完赛，来谢谢他们。对，那我们明年就一起再来参加一次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, ！恭喜你，那这个没有吧？你让他干什么吧？我们跑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让他干。台湾下一次再看。
太脏了。然后这边我刚刚边骑都边清，要不然它这里本来全部一大坨都是土哦，超夸张的。哦，这真的是太崩溃了。前轮，你看前面车头也是，前叉刚刚全部都是土。这台新车这样子真的也是蛮猛的。洗车洗车，帮车洗干净，好开心。谢谢他今天陪我完成23K 登山车的路线，但是呢，你看他前轮爆胎了，我后面有5K 是这样骑完的，超崩溃，我真的很怕那个我的轮组弄坏，所以很多下坡的地方有大石头，我就直接转向，我就用前轮，因为轮组还是很珍贵。可是有完赛真的太好啦，超开心，很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他4秒就被关门，不知道是怎么着。